各位，我是李宝贤，一节财经新闻。港股反复向上，但仍然连跌两星期。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发言未有进一步偏鹰，加上内地疫情缓和，恒指跟随外围高开235点，其后升幅逐步扩大，最多升545点，收报19898点，升518点，大市成交1166亿。北水连续5日净流入，今个星期4日市累跌103点，连跌两个星期。人民幣都是走低，連帶埋港匯都是比較弱啲等等。其實港股要真係完全轉勢咧，比較難。咁啊，反彈目標咧，以翻10天線咧，大概20002、20003咧，做翻第一陣嘅反彈目標先咯。恒生科技指數重上4000点樓上，美團同快手分別升6%和8%。華虹上季按年多賺2.1倍，股價急升9%。中心績後僅升1%。阿里健康升10%，係表現最好嘅藍籌。據報內地最快月內推出新一輪汽車下乡政策，支持農民換車，長城汽車抽升12%，未來宣布再加價，連同小鵬同理想汽車升8%至8%。連日挨沽的內房股和物管股跟隨大市向上，碧桂園和碧服分別升6%至10%，藍籌股只得3隻下跌，海底撈逆市偏軟。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連升9日，太平洋航運升6%。MSCI 公布季檢，東方海外獲納入中國指數，升8%。煤炭股亦都有追捧，神華同鹽礦能源分別升4%和6%。保新金融被主席大幅減持，復牌之後抽升16%。宏利金融核心盈利跌，股價裂口低開，收市跌7%。陽光油砂上季虧轉盈，急升26%之後回順。無線電視記者張雪婷報導。本港第一季經濟按年下跌4%，政府公布經修訂後上季經濟維持收縮4%，結束連續4季的增長趨勢。經季節性調整之後，按季比較實質本地生產總值下跌3%。由於第一季經濟表現差過預期，亦都考慮到出口前景惡化，政府將全年經濟增長的預測由原本預期增長2%至3.5%，向下修訂至增長1%至2%，但維持全年基本通脹預測係2%，認為本地成本壓力仍然大致輕微。政府發言人話：環球經濟前景轉差，可能會繼續影響本港出口表現，但隨住本地疫情好轉，內地同香港之間跨境運輸唔暢順嘅情況可望逐步緩解。同時，本港社交距離措施逐步放寬，經濟活動往後應該會恢復。我哋會覺得就係嚟緊呢幾季咧，整體嘅經濟都會逐步恢復嘅。咁但係，如果話牽涉到第二季究竟正定負，咁其實就好睇下就話究竟其實嗰個嚟緊餘下時間逐步恢復嗰個速度啊有幾快？咁所以喺呢一刻咧，我哋就好難話到俾聽第二季一定會跌，亦或一定會升。咁但係第二季好大機會會好過第一季，亦都會繼續好落去。咁呢個就係成個勢頭咯。本港第一季經濟按年下跌4%，香港總商會就話係反映期內經濟環境惡劣，但認為下半年有望係增長。今次個數字嚟講，正好反映咗當時即係惡劣嘅環境啦。咁我哋期望喺陸續放寬呢一個即係社交措施，可望喺下半年咧喺增加呢個出入境嘅人數嘅情況之下咧。經濟可以在下半年出現一個正增長，雖然如此來講，我相信全年都是一個比較低的數字，我們現在仍然是維持1.2%的經濟增長預測的。中芯國際說很難判斷疫情對今季經營的影響，但會加快生產，改善延遲交貨的情況，又預計今年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會顯著減少。中芯國際首季表現好過市場預期，管理層話內地疫情主要影響下游的封裝測試和運輸，雖然延遲交貨，但並冇取消客户的訂單，未來會加快生產，並透過其他的廠區在6月底彌補損失的產能。最壞的情況是拖延去到第三季。
有上海官员星期五表示，自四月中以来，全市已经有4400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占比近五成，目标今个月中实现清零，届时将会有序开放。中心管理层就话，复工之后多个因素仍然会影响经营，但会将影响控制在5%以内。由于部分工厂的维修工程推迟去到今季，加上供应链受阻等，预计今季收入按季只是增长1%-3%，增幅远低于首季，成本增加蚕食盈利，估计毛利率下降去到介乎37%-39%。但涨价这件事呢，我觉得我们跟行业上其他的同行状况不完全一样，啊，是不是有商务绑定啊？前一段时间涨价的幅度啊等等。那中芯国际这边呢，一个原则还是跟客户来友好的协商，然后考虑到长远的战略合作，共赢 win-win situation， 而不是短期谁赚到更多。管理层又预计，今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会减少2亿部或者以上，主要由于内地销售显著放缓。This mobile phone, smartphone type of things used to account for 50%, 40% something of a foundry revenue is already lower than 30%. That means we already adjusted capacity to this area and a lot. If the customers only serve a Chinese market,They possibly already in the over inventory stage. If the customer handles a lot on the recovering marke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and the other overseas markets, they possibly in a very good situation. 中心首季存货余额按季升一成，至超过$13亿，但管理层认为晶片供不应求，今年仍然会扩张产能。无线电视记者张雪婷报道。穩定幣的價格暴跌，觸發多隻加密貨幣遭到拋售，引嚟市場關注。全球加密貨幣監管機構可能將於春年成立。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兼國際證監會組織主席歐達禮出席一個論壇的時候透露，可能在2023年內各地聯合成立加密貨幣統一監管組織。他又說，數字資產的熱潮是當地不能夠忽視的議題，與氣候變化和新冠疫情同樣重要。機構曾面對有關發展的憂慮加深，認為網絡安全、經營的可持續性和透明度差是主要的風險，但監管機構表現落後，解決的方案是建立監管規則，並且已經提交上議程。據報，長和是創辦人李嘉誠旗下的維港投資正在新加坡開辦事處。彭博報導，新加坡是維港投資首個在香港以外的辦事處，以便尋求新的交易，並支持投資組合內有意在亞洲擴張的公司。報導說，維港投資有多達10名員工將進駐新加坡的辦事處，包括負責執行交易的高級投資經理和相關負責人等等。報導亦都引述維港投資人士說，進駐新加坡並不是因為香港嚴格的旅遊限制措施，而是看好當地作為投資者和業務擴張區域中心的優勢。看看歐洲股市最新的表現，三大主要指數都是繼續向上，倫敦富士100指數升118點，巴黎 CAC 指數升100點，德國 DAX 指數升186點。休息一陣，轉頭回來有其他新聞。翻嚟新聞時間，本港新增298宗新冠病毒個案，上環食肆星月樓為出現群組爆發，共有30人染疫。上星期六晚市，200個食客同50個職員需要強制檢測。最新出現爆發的星月樓位於上環隆記大廈2至5樓，已經冇開門做生意。當局話，上個星期六挨晚6點之後，超過10張台，一共29個食客同埋1個員工確診，由8至117歲。同時段大約200個食客同埋50個職員需要強檢。被問到餐廳有用空氣淨化器等，仍然出現爆發，係咪換氣量未達法定要求呢？當局話仍然要調查，已經喺洗手間等採集48個環境樣本分析，正係等候結果，並跟進當晚確診食客嘅位置。
大部分的食客都是在三樓的，那我們還在研究他們座位或者其他的關係，因為有很多都是可能一家大小。我們暫時現在看到呢，都是5月7日那晚似乎有個爆疫啦，當然我們都不會排除說之後會不會還有一些個案各樣，所以市民現在檢測都很方便的，如果你說他是之後去過的，他有些擔心或者有些不舒服呢，就立刻去做檢測。紅磡新旺會桌球室群組再多兩個27歲男人染疫，累計6人感染，6個患者分開3張桌打桌球，其中2張美式桌球桌相鄰，當局採集28個環境樣本，其中1張桌球桌的樣本驗出新冠病毒，已經建議負責人徹底清潔。學校呈報多1個學生和2個教職員陽性，至於輸入個案有21宗，最近的輸入個案有9宗亦都分別找到 Omicron 另外2種變異分支。公立醫院星期四有2個84和86歲的患者離世，另一個80歲男病人星期三離世，早前未有公布。第五波累計9146人死亡。無線電視記者陳金寶報導。西環村完成圍封強檢，發現多22人確診，至今共28人染疫。當局說找到確診者數目和污水相當高的病毒量成正比。西環村污水新冠病毒量驗出數值達到幾百萬，全村五棟大廈朝早完成圍封強檢，1680個住户入邊有22個人陽性。衛生防護中心話，大部分都係住喺西苑台，一共有16宗。同座早前已經有5個人確診，其中一户再多一個屋企人染疫。西苑台一共有14個家庭，22人感染，分布喺8層。強檢揾到嘅剩低6宗，嚟自中苑台一個單位，同埋北苑台3個單位。在香港来讲，可能大家都会用一些共，因为高楼嘛，大家都会用一些 共用的设施啊，大堂啊，倒垃圾啊， lift 啊，各样那些都是可能有机会有些传播。另外就是那些 U 型的那个厕所那个聚水器啦，可能都是如果干涸啊，或者有时气流啊，都会有一些传播的情况。西环村污水新冠病毒量数值达到600万。當局話，三月疫情高峰嘅時候，類似數值嘅大廈曾經發現近百人陽性。早前都有啲情況咧，我哋譬如有幾十萬個 Covid Splitter 咧，我哋有機會揾嘅個案係少嘅嚇。咁呢個好視乎咧，那個病人可能係初段病發嘅時候，佢排出嘅病毒量多咧，其實就會喺污水檢測嗰度揾到出嚟。咁所以我哋今次睇到喺成個圍封強檢裏面揾到20幾個個案，應該都係今次喺呢一個調查裏邊咧，係我哋揾到嘅情況嚟㗎啦，都係一個真確㗎啦。另外，港大医学院星期四向系内师生发信提醒，话坚尼地城一带有大型群组爆疫风险，建议今个星期唔好去到区内食晏。医学院朝早发声明，对于有报道话这个呼吁引起地区恐慌深表遗憾。发言人话，发信系基于嗰一区污水嘅检测结果，星期四朝早已经通知政府，并且得到同意，先至发电邮作内部紧急通知，希望师生避免去到嗰一区食晏，减低将病毒带翻去医院，以免危害病人等嘅使用者。认为发放信息系负责任嘅做法。无线电视记者刘俊玉报道。内地新增2400几宗新冠病毒本地感染，疫情持续超过两个月嘅上海，目标系今个月中实现社会面清零。国家卫健委认为，大城市有必要设置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上海再多近2100宗本地病例，比前一日稍为回升。新增的两宗死亡个案都是长者，他们都未接种过疫苗。今轮疫情在三月初爆发，累积超过60万人染疫，直到近期感染数字先逐步回落。市政府形容整体形势向好。我们目前提出来的目标是在本月中旬能够实现社会面的清零，届时呢将要实施有序的开放、有限的流动、有效管控、分类管理。当局又话，结合实际情况同专家建议之后，再细分清零的概念，以行政区为单位，连续三日单日新增数字少于区内总人口的10万分之一，就属于社会面基本清零。如果連續三日零感染，就被認定為社會面清零。至於社會面動態清零，當局強調不等於絕對的零感染，而是透過快速阻斷疫情在社區傳播，防止出現規模性反彈。在進入社會面動態清零的常態化防控階段之後，下一步是推動復市復課。
封控、管控、防范三区管控亦都将会简化为高、中、低风险地区分类。Omicron 成为今轮疫情的主流病毒株，国家卫健委认为大城市有必要设置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一方面呢，是有利于我们的公众能够就近就便这个接受呢核酸检测的服务，同时呢更有利于感染者的早期发现，有利于呢我们疫情的及时的控制。国家卫健委又再次引用香港的数据，指80岁以上未接种疫苗的长者死亡率超过16%，与武汉疫情早期数据非常相近，呼吁高龄人群尽快接种疫苗和加强针。无线电视记者陈雪怡报道。转头有另一节新闻。